今天就搞一个中国的盐焗鸡，给那个紫霞跟姜母娘吃。要说给亲家母吃，你也就这样。说错了。应该叫姜母亲跟亲家母。搞个盐焗鸡给你吃，搞个盐焗鸡。搞个盐焗鸡给你吃。丈母娘也非常的热情，她说她也要做一个越南的烤肉，给亲家公亲家母尝一下。这个是那天买的那个香猪肉，还剩下最后一点了。明天要去胡志明了，今天就全部烤了。今天就是正月厨艺大比拼啊，食材都不错。丈母娘是香猪肉，妈妈是盐焗鸡，到时候看谁做得更好啊。紫霞跟紫英都喜欢吃这个盐焗鸡，所以从中国发过来的盐焗粉，准备搞个盐焗鸡给他们吃。丈母娘在给你们烤那个山猪肉，她去烤肉了。太好了，盐焗鸡块，好香，已经有香味了，有那个盐粉的香味。对，腌好久了，就是嘞，25分钟，25分钟啊，这个腌出来，他丈母娘跟亲家母跟紫霞，爱死了。我就知道你最喜欢吃了，是吧？你盘外在烤肉哎。腌制25分钟再去煮。谢谢啊。这个是他们自己做的，那个酸奶。酸奶是吧？紫英哎，紫英哎。啥味道？工地木喊。哦，木地美哉。哦，妈妈她说今天这么好的菜，要买10瓶啤酒，跟你们干杯。OK， 美哉 B， 空 on B 啊，美哉。美哉 B。啊，懂了。给我打哦，打啊！不用了。小赵今天就按丈母娘的烹煮习惯，对，按他们的烹煮，我们就在地上吃。哦，没，干嘞，没干嘞。坐地上吃。好。丈母娘准备收拾桌子，抬到那个烧烤那里去。爸爸妈妈意思。油箱，锤锄。按他的习惯啊。好。我讲讲，我觉得有点脏。我来。两个。
我不吃，我真的不吃。哎呦，我看着就流口水呀、啊！谢谢我宝贝，谢谢。我吃一个啊、哦。嗯，我宝贝，谢谢了啊、哦。你吃呗。哎，好吧。嗯，好好，再来一个，我仔仔会分享。一个芒果全家分享。一个芒果全家分享，好样的，来，好样的，好乖乖。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刚刚还有好多。现在给你们吃，还有一点点。哦，没有了，一人吃一个就没了。嗯。当当当当！哇！我修你们俩哎！哈哈哈哈！哇塞！有鸡皮吃了。快来喽！好香哎，妈妈你太厉害了。这个又香又滑。你好久没收这个鸡了。我就知道你喜欢吃嘛，子英也喜欢吃。嗯，好吃啊，肉好软软。原味，有味道，有味道。九贵，你这个燕窝你多吃一点。啊。这个是你的燕窝、啊、我知道了，子乔说是海蛳。嗯，新疆母凉拌了。嗯，他说是凉拌吃的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嗯。哦，好，好，谢谢。这你别笑，他真香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来，你的杯子啊！你把盖揭开了。谢谢啊，辛苦了。辛苦了，谢谢。你要说辛苦了。我要吃奶酪。OK。好不好吃啊？问妈妈好不好吃。妈咪，妈妈，你俩妈妈，妈妈。好吃、啊。你告诉妈妈，这个又香又好吃，很棒。这个烤肉又香又好吃。嗯。好我。肉。现在行李已经收拾好了，这一个篮子里面就是紫霞的待产包了。对，我小孙孙的，我放在一起。老爷，我们去，等一下吧，我说帮你买件衣服。他说明天去胡志明给你买件衣服，还穿个这样的衣服。也行吧，你买一件吧。走了，先走吧。哎，磨了尖。